这网络购物是不是很多都是一大包？对，然后每一颗都相依相爱的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这一家不一样，这一家是有房间的，对，你看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房间来，所以你每一颗水饺打开都不会粘在一起，不会破掉，每一颗又很饱满。老师，你赶快吃吃看，在面前，不用沾酱，不用沾，不用沾，你要沾也可以。虾仁，对，老师你吃吃看啊。我看到一颗虾在里面，对，它就是高丽菜鲜虾饺子，高丽菜鲜虾。虾子有自己的房子哎，真的，一颗虾。那是巨巨巨，而且老师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咬下去啊，那高丽菜是脆的，你会有卡哧卡哧的那个蔬菜的甜味，好新鲜。然后每一个虾子，它是这个，它是那个利用那种炒虾，而且你会发现吃下去那个虾子是有弹性的，对，因为有一些虾子它很小吃。先说对了，不需要沾酱，不需要，因为它的调味，它本身的味道很够，它的调味调得刚刚好，用一点点太白粉水，一点点太白粉水，一点点太白粉水调好哦。你把它一排一排把它排好，然后开火，然后太白水上去煎一下，出来就变高丽菜饺子煎饺。对，真的很好吃。还有虾子耶，一颗饺子里面有一个完整的鲜虾，对，完整的鲜虾，然后高丽菜的清甜。